有点意思了。我明白了，谁穿上雨师的衣服，谁就是雨师。天天都在等你吗？你知道我有多想你吗？你怎么不说话了？你是出什么事了吗？你为什么不说话？你不是他。这世上根本就没有雨师。你是谁？他姓钟，叫钟法，他喜欢你，所以才扮成雨师的样子来接近你。告诉我，那一天晚上究竟发生了什么？还记得你刚进军营看到的那几个受刑的士兵吗？第八营的，昨晚本该他们巡逻，可这帮小子当了逃兵，不知去了哪里鬼混，还弄丢了随身的军刀。昨天晚上肯定是寻花问柳去了，逃了巡逻被抓了现行，他们的箱子里藏着春宫图，被抽完鞭子还嬉皮笑脸的，说什么昨天晚上太值了。住手！你们要干什么？